是啊，你不用这么安慰我，在工作上我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。你没有给我添什么麻烦啊。我今天是想告诉你 ，BOSS 的100种死法，获得了1等奖。你不仅可以回到玄中界，还可以继续做项目主撑。那挺好的，同事们的辛苦没有白费。你怎么是这个表情啊？你难道不该很高兴吗？可能以前会比较开心吧，现在无所谓了。为什么？我准备离开公司了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当初不就是为了留在公司才跟我结婚的吗？我们离婚吧。